画画是我的兴趣，从小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画家。只是有些事情并不如我所愿，我努力，可是我画的东西总是满足不了其他人。我尝试，只是尝试并不足够。我总是与别人不一样。I don't know how to draw one. Drawing so ugly. This is stupid. But that also can. Walao eh. Wow, so ugly.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关系？我不需要为别人的话，我就是我自己。终于。我找到一群和我一样的人，而我决定参与他们。